谁叫你来洗碗？啊，一开始我自己要洗。你心血来潮？不是。那你干嘛没事来洗碗？啊就。你就是要人家叫才会来洗碗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管别人会不会叫我，但我至少会把我自己的心留。啊，你今天怎样？今天干嘛没事来洗碗？我没有没事啊。你看又，阿妮阿姨又太顺了。关啊！你还没出来？你还没出来？不是，就太好了。你看段位来啊！我不是跟你讲，心血来潮来洗碗，哪空慌慌？滑，你看到那一段的吗？我眼中只有这一段。气到连离都害怕没气到的事。Teacher Esther 说，今天周慧凯凯刚好坐在你后面，啊，结果你转头跟凯凯相视而笑，是吗？然后你们两个就牵手了，是吗？是凯凯跟我牵手，我也跟他牵手。是凯凯主动的、哦。对，啊，然后。凯凯就拿我的手，我本来就放在这边给好好的，结果凯凯拿我的手去牵了，是因为猪东西吗？凯凯太高了。然后呢 ，Teacher Esther 看到他就笑出来了，然后他叫你们把手分开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眼中只有凯凯，是安妮吗？我眼中只有凯凯你。我刚才爸爸没听到，但是已经差点落步啊！妈罗 T 恤看到你站，爸爸差点落步功，以后要请 T 恤帮忙盯住你。我嘞，看看你嘛。好嘞，那我看你以后走到，就是男朋友嘛，是叫人走。